秋英，秋英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啊？你现在感觉好一点没？晕倒？我没有晕倒啊。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听谁说的？乔欣，笨蛋，他的话你也信啊？你没事就好。 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到了委屈。但你不要离开我，更不要不理我，好吗？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了。我们就此互不打扰吧。我不信。 我不信你能做到，那你刚才为什么会那么紧张？想跟你分开，放开我！秋叶，秋叶，你听我说，我喜欢你，我没有把你当做任何人的替代品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可能是在明日之星的舞台上，可能是在便利店喝醉酒的那个晚上，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？要一起登上世界之巅。 不要离开我！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你。很早很早之前我就喜欢你，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算什么，你跟米娅。我跟米娅已经结束了，你相信我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处理好的。 可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一起了，你怎么说结束就结束啊？你要我怎么办啊？金相公，我比不上米娅的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开始过，就这么结束吧。 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哭完了就没事了。欧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会调整好我的情绪，我不会影响到工作的。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。
我们开始吧，你等一下文姐吧。不用了。好，开始吧。明天我们对战的是啸龙队，跟其他战队不一样的是，文姐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小工，开始吧。好，明天我们对战的是啸龙队，跟其他战队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的上单选手很强，依靠上单打前中期的爆发输出，所以我们在上路方面要选一些坦克型英雄，这样能保守一些，以免被击杀造成滚雪球。如胜，前期你在自己保证发育的情况下，也尽量多抓上路。OK。到了后期。我们尽量不要打团，单带，还是主要以上路为主。哎，快快快快，过来拍照拍照！来来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游哥游哥游哥，游哥游哥，快点！等梅西啊，等梅西！哎哎，不管他不管他！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喂，季向空，我确实挺佩服你，一边跟明星谈恋爱，一边还跟我们的姐说暧昧不清。可以，你们想干嘛呀？说话最好放尊重点，别找事儿啊。有打口水仗的功夫，不如多研究一下战术，小心被我们替补打爆。哟，口气倒是不小啊！我之前还纳闷呢，怎么秋英解说的时候净说你好话，原来你们两个早就有关系。哎，你们知道秋英什么情况？她连那种女孩都要。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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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。季向空出手逮了，别信！你看到这个就有病吗？我不信你！你他妈还快走！怎么的？找事儿是吗？你一拳奉陪干嘛呢？啊！哎，你不是爱秀战士吗？准备好纸巾，别到时候哭得太难看。我们走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找事儿，裴西帮季向空说话来着。你还会帮我空哥说话呢？总决赛，我只想跟 VNG 打。谢了，谢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行了，别影响状态，好好加油。咱们总决赛见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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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孟老师。嗯，谢谢。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？哎，我昨天回家倒头就睡了。那我这咖啡不是白买了？怎么会呢？咖啡在手，斗志翻倍。嗯，好呀，对稿吧。来了。怎么了这是啊？文姐，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啸龙的人居然挑衅我们。挑衅我们？挑衅？那岂止是挑衅啊，那态度简直不要太猖狂。
还说什么让我们准备好纸巾，别输了比赛哭得太难看。哼，整个赛季他们都没有赢过，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自信心。什么情况啊，小坤？出事了。怎么了？跟其他战队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的上单确实很强，依靠上单打前中期的爆发输出，所以我们在上路方面要选一些坦克型英雄，这样的保守一些。录音在3小时前发布的，已经在全网传开了。难怪啸龙的队长那么嚣张。这样，我先去报告组委会。我已经报告过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怎么应对下面的比赛？大家不要慌，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。辛苦。不用了。季向空，你违反战队纪律，泄露战术秘密，从现在开始你到替补席上去，祈愿下场比赛你上。好，师傅。李敢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应该问问他录音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吗？齐月亲眼看见青鹰在我们开战术会议前进过我们 VNG 的会议室。文姐，这100%是秋鹰故意录的音，要报复齐相公。齐月，你乱说什么呢？相公，是，好。VNG 的，陆老师，打扰了。Lucy， 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是秋英？啊，对。你好，我是巅峰大赛组委会的 Lucy。今天的比赛就不需要你解说了，有件事情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下，还请你跟我走一趟。Lucy， 比赛就要开始了，有什么事儿能不能比赛结束之后再说？几个小时前 ，VNG 的战术录音又上传到了网上。是 ，VNG 的战术录音，没错。我们调查过酒店的监控录像，除了 VNG 的队员之外，就只有你去过他们的会议室。不是我昨天我只是……你现在不需要跟我解释，一会儿会给你解释的机会，还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是，放心吧，这边交给我，先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。好，罗老师。去吧。老师，喂，郭董，我接到了巅峰组委会的通知，乔欣已经赶过去了，你和他搭档解说今天的比赛。他已经到了。陆老师您好，很高兴又和您搭档了，我会很珍惜这次机会的。一会儿如果说错词的话，就别说话，在那坐着就好了。陆老师，您放心，这场比赛我准备的非常充分。您不是常说吗？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你和秋英在我们的会议室待了15分钟，季向空，你作为队长，你是不知道战队的纪律吗？除了战队以外的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。我知道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来承担。小光，
等一下，秋云确实来过会议室，但是他根本不可能录音泄露魏英静的战术。证据呢？我会为他作证。他好不容易走上解说台，他不会自毁前途的。你不用为我证明什么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自然会查清楚。你安心比赛就好。立竿，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，战术已经泄露了，我们要赶紧重新制定战术。我和齐月在来的路上已经想好新的战术。作为教练，我有权利保留吉祥空的比赛资格。作为经理，我也有权罢免你这个教练。好，大家来坐下，听我讲一下后面的战术。齐月打中单，卢胜回上路继续打上单。卢胜，你俩听到我说话没有？好好打，一定要拿下比赛。这么作弊，还敢这么嘚瑟？这种机密的内部会议，怎么会有人录音外泄呢？这场比赛输了 ，VNG 就淘汰了。不可能，空哥一直有 B 计划，输不了。欢迎大家来到2018巅峰季后赛败者组的比赛现场，我是今天的解说洛天，我是解说乔欣。哎，秋英呢？今天的对战双方是 VNG 对战笑龙。对于对战双方，这是一场生死之战。赢得比赛的队伍将挺进半决赛，输掉比赛的队伍将被淘汰。今天 VNG 的人员有些许变动，队长吉祥空被临时换下场，而齐月回归，并且打回原先中单的位置。他们把我空哥换了，苏文教练也不在，你敢当教练呢 ？VNG 完了。这个人是你吧？那天我听说吉祥空晕倒了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但是又没人接。我一着急，我就跑去战队会议室找他，结果他也没有晕倒，都是他们瞎说的。他们？乔欣，还有我的两个同事。好，你说的情况我会找乔欣他们核实的。在调查清楚之前，你需要停止所有的解说工作。我明白，那我等组委会的通知。喂，哎，朱总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，对他前几天生病了，我们按合约来。好嘞，下次合作啊。萧光怎么没有上场啊？可能是战术泄露的问题吧。战术泄露怎么回事？快一点！怎么不接电话啊 ？Karen， 准备车。你干嘛呀？我要去找相空。你待会儿还得录音呢。我现在必须陪在他身边。你真的是不知道轻重啊你！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好。跟着，跟着，跟着。
秒，支援刘淼，沈月去。VNG 被强强开团了，他们的打法非常混乱，双翼组合的默契丝毫没有被体现。这样下去 ，VNG 这局很危险了。哎，季向空，听说他是因为跟米娅还有秋英的绯闻才被拉下场的。对啊，秋英今天也没在解说台，肯定是内战。快上！四哥，他跟在你后面，你积极防守一下。快上啊！拼了，不管了。胜利！让我们恭喜笑龙成功晋级半决赛，也希望 VNG 能够在下一个赛季再接再厉。你能不能再开快一点啊？快到了。我觉得你现在真的不适合去，你这么冲动过去了，也帮不了季向空啊。再说，你现在人气刚刚恢复一点，这个时候有人做文章，你这人气又往下掉了。这些年他遇到困难，我从来没有陪在他身边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他身边。这么多记者，我们不能去了。小张，掉头。哎，不许掉头！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他。绕过去。怎么样？你别担心，我已经认识 Lucy 很多年了，她处理这类事件一向非常公正的。这段时间你就安心等着吧，一定会查清楚的。谢谢罗老师。对了，比赛进行的怎么样了 ？VNG 输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相公平时都会准备两套战术，以防万一的。VNG 怎么会输给笑龙呢？季向空被临时换下场了。是因为战术泄露的事情。你别瞎想，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。怎么关机了？秋云，你别着急。哎，季向空出来了！来，快！季向空来了，季向空，你今天临时被换下场，是不是因为战术泄露？秋英为什么会出现在 VNG 的会议室里？她是否真的录音了？网上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说秋英对你因爱生恨，所以实施了报复。季向空，现在网上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指向秋英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季向空。我认为你不应该再逃避下去了。诸位，请大家先把战队的事情跟我的个人情感分开。战术录音泄露的事情，巅峰组委会正在调查中，我也会积极的配合。我拿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，这件事情跟秋云毫无关系，更不存在网友传说的报复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整件事网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揣测，秋英你去哪儿？是因为你和米娅以及秋英之间扑朔迷离的感情纠葛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米娅确实是我的初恋，但是我现在跟她之间只是朋友的关系，并没有复合。所以这么说，秋英并没有破坏你们的关系，对吗？我跟秋英之间
也只是朋友的关系。但是我想成为她的男朋友。我也恳请米娅的粉丝们，不要再攻击秋英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谢谢。季向空，是米娅，米娅，米娅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米娅小姐，米娅，你对季向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大家可以先让一下吗？我有话想先对向空讲。向空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准确的回答吗？对不起。你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你自己，不是季向空。哎，秋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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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哪儿？不能走！我劝你最好不要再勾引别人男朋友了。季向空就是负心汉，你就等着被抛弃吧。就是，这是第三者，你知道吗？不可以这样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这秋英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要还！你们就是米娅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还有理智，如果你们真的爱她。你们就应该好好想想，他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的跟别人谈恋爱？他为什么被迫跟爱的人分开？破坏别人感情，还这么理直气壮吗？就是。当然理直气壮了，因为我尊重他跟季向空曾经的感情，我也相信米娅尊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跟季向空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没有一点道德瑕疵。你们没有权利，也没有资格管我，请你们让开。不要打架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破坏别人第三者！让开！让开什么？你们都疯了吗？谁敢再骂一句试试？是我不好，是我让 VNG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懂得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是你的优点，但是你对自己太严苛了。可是我答应季向空的，我也没有做到。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！战术泄露，再加上他被那样的换下场，这将会是季向空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污点。从传奇到 VNG， 他经历的太多了。我相信他能够面对任何风雨。放心吧，怎么了？宋大哥，舒教练，季向空来过吗？他没在这儿。手机也关机了，他能去哪儿呢？没事啊。我追你俩半天，没听见我喊你们。谁还顾得上你？那个孙大哥，舒文杰，我空哥在这儿吗？他没来。我还以为他跟你们几个在一起呢。不是。那不在这儿，他能去哪儿啊？大家别慌，别着急，
可能他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好像知道在哪了，我再去找找。哎，秋英，不是，你干嘛去？他一个人，我怎么放心啊？那我也去了，拜拜，送我叔去。等会儿我。这样，我去他们宿舍看看。舒文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谢谢。感情的事不能勉强的，我挺你。谢谢。之前有天晚上，他也在这儿等你等到半夜，他真的很喜欢你，打个电话给他吧。嗯。怎么成这样了？是米娅的粉丝。烟果汁而已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让你与全世界为敌了。那要怎么样？向空啊，你这段时间在 VNG 的功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这件事情负面影响太大，再不伤他们也行。我知道作为队长战术泄露我理应承担责任。向空，
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尽管提出来，我会尽力的去帮你。谢谢李总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好。文姐。借给你。文姐，看来我还赚了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去温哥华比赛的时候留下的。难怪我拿起来沉甸甸的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没能让你留下。文姐，是我该说对不起的。我说要给你一支完美的战队，我没有做到。不过完美的战队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的。我相信。队长，听说你要走了，来送送你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再跟我打一场？整个 VNG 里最佩服你的人就是他了。去吧。走。或许我也是时候离开了。舍不得他，不然你跟他走啊。没有，齐哥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哦，是哦，还不去买饮料。哎，怎么样，电竞打不下去跑去打篮球了是吧？哦，对了，你还可以跳舞。我不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别理他们。其实，在 VNG 最舍不得你的人是桐梧。你来之前，没人能发现他身上的优点，所以他才能交到你这样的兄弟啊。相空，我这辈子佩服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你不是觉得我很倔吗？就是因为你身上有这股劲儿，我才佩服你啊。就是你这股较真的劲儿，任谁都打不败，挺好的。说不定你离开 VNG 能更好。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跟你一起打球了。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可以。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没预料，我都不知道我是
么来了？我来尽女朋友的义务啊。帮你拿吧。不用了，要不帮我拿这个吧。孙哥叫我们去王者之家吃饭。我跟孙哥说过了，改天再去。今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神神秘秘。舒文，我约了一个赞助商，咱们去见他吧。你自己去处理吧。舒文，对不起啊，那天是我太冲动。现在是我们VNG最关键的时刻，我需要你。我想辞职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累了。舒文，你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感情用事，你知道吗？直到现在你还认为我们之间只是小事吗？我跟你最大的问题就是理念不同，如果能够解决的话，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了。你到底是想离开温气呢，还想离开我？离开。我跟你一起经营 VNG 这么久了，你所有的付出我都记在心里，只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舒文，这么多年了，我黏在你的身边，所有的事儿，你说东，我绝对不忘西，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，按照你的步骤在执行。可是我最后发现，你根本就没爱过我。你赶紧能不能冷静一点？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我怎么冷静？是不是因为孙泽义？